好吗？你从今天开始啊，就一直想撞开，好吧？来吧，准备了，站好啊，来起。叮咛，叮咛，光皮，前后的波波，往长远的拉起来，向后，胸要挑住啊，烫丢二位，光皮。控制住，微微微立起来，不着急，落下来一次，快速立起来，哎，一，汤丢四位，一咪，尾椎顶住啊，尾椎顶住，膝盖掰开了，脚跟踩住。脚跟被动抬起来，主动踩脚后跟站起来，向里的，看着手，头啊跟着手，康丢五位 ground plie， 膝盖掰开，上去手切下来。起来 ，releve， 踩进去，啊 ，releve 收进去的，控制一下不动，打开手，呼吸落到五位就好了，踩着落，好。来吧，我们反面了啊！来，起，咪咪，再拉直啊，再拉直，脖子不拉前，吐气，往长往远放。拉起来，向后，胸要挑住，躺丢二位 ，ground plie， 还是 ground plie， 脚跟踩住 ，releve， 不动，落下来一次，慢落。一快提，汤丢四位，迪咪后脚膝盖啊打开，两只脚重心，我不然向里的，看着手，头要跟着手啊。后背膝盖打开，立起来一次，慢落啊，挤着落下去，对，收进去，为了微吸进去，控制住，站好，不许动。开手呼吸，好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开好吗？膝盖永远要啊啊，然后每次拉直的时候，站起来的时候，你要像你感觉像那个皮筋一样，给自己蹬到最直啊，没有最直啊，芭蕾没有最，没有头啊。
应该拽到更直，懂吗？就是你这个皮筋的弹性是超级超级大的，就是永远它不可能到头，懂吗？它永远是一直在延伸，一直在拉扯的。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，同样的是挤上来挤上来，拉起来拉起来还在拉，然后音乐到了才蹲的，懂吗？不能是站起来站直就结束了，力量没有停，懂吗？一定要是再往上继续延伸延伸延伸拉，脚踩，然后胯提，整个人是。啊，然后 Real Way 也是一样的，是感觉提胯啊。我之前不是讲了吗？把小 baby 拎起来的感觉啊，提，对对，就提，就卡裆的感觉啊，就是有人拽着你的裤子，然后这样往上提，然后你卡裆了，你不能必须要提着胯，然后要跟着他走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你的脚要踩啊，脚要踩，并不是说是我往上了之后整个人的力量都是吸起来的，你底下的根基还是要往下走的，延伸的，懂吗？就是永远是。两端使劲好吗？啊，然后 board bra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家的吐气啊，一定要用呼吸去做啊。然后向后的时候，一定胸要挑住啊，挑住，千万不能是这样怼胯。